learnmandarinchinese.com. More information in the video description.你今天来学校了吗？我今天没来学校。我今天没来学校。我今天没来学校。我不喜欢学习。我不喜欢学习。我不喜欢学习。你明天来学校吗？你明天来学校吗？你明天来学校吗？明天我去饭馆吃米饭。明天我去饭馆吃米饭。明天我去饭馆吃米饭。我不能去学校。我不能去学校。我不能去学校。你太逗了。你太逗了。你太逗了。我今天打了电话。我今天打了电话。我今天打了电话。你今天打了几个电话？你今天打了几个电话？你今天打了几个电话？我打了十个电话。我打了十个电话。我打了十个电话。请打开书。请打开书。请打开书。我没有书。我没有书。
我没有书。请打开电脑。请打开电脑。请打开电脑。我没有电脑。我没有电脑。我没有电脑。你太逗了。你太逗了。你太逗了。你会开车吗？你会开车吗？你会开车吗？我不会在中国开车。我不会在中国开车。我不会在中国开车。服务员买单。服务员买单。服务员买单。我想吃一条鱼。我想吃一条鱼。我想吃一条鱼。我也想吃一个鸡蛋和一杯牛奶。我也想吃一个鸡蛋和一杯牛奶。我也想吃一个鸡蛋和一杯牛奶。你想吃西瓜吗？你想吃西瓜吗？你想吃西瓜吗？西瓜很好吃。西瓜很好吃。西瓜很好吃。今年七月，我想去中国旅游。今年七月，我想去中国旅游。今年七月，我想去中国旅游。你骑自行车去中国吗？你骑自行车去中国吗？
你骑自行车去中国吗？我想坐船去中国。我想坐船去中国。我想坐船去中国。我的朋友买了飞机票。我的朋友买了飞机票。我的朋友买了飞机票。他坐公共汽车去机场。他坐公共汽车去机场。他坐公共汽车去机场。去年我在德国学了德语。去年我在德国学了德语。去年我在德国学了德语。今年我开始学习汉语。今年我开始学习汉语。今年我开始学习汉语。现在我正在学习汉语。现在我正在学习汉语。现在我正在学习汉语。今天阴天。今天阴天。今天阴天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今天下雨，有点冷。今天下雨，有点冷。今天下雨，有点冷。昨天下雪了。昨天下雪了。昨天下雪了。你的身体怎么样？你的身体怎么样？你的身体怎么样？
我生病了。我生病了。我生病了。你吃药了吗？你吃药了吗？你吃药了吗？没有，我喝了很多咖啡。没有，我喝了很多咖啡。没有，我喝了很多咖啡。喝太多咖啡对身体不好。喝太多咖啡对身体不好。喝太多咖啡对身体不好。我来介绍一下我的朋友。我来介绍一下我的朋友。我来介绍一下我的朋友。他是意大利人。他是意大利人。他是意大利人。他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弟弟。他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弟弟。他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弟弟。他没有姐姐。他也没有妹妹。他没有姐姐，他也没有妹妹。他没有姐姐，他也没有妹妹。他有一个孩子。他有一个孩子。他有一个孩子。你的妹妹的姐姐的哥哥的弟弟的孩子叫什么名字？你的妹妹的姐姐的哥哥的弟弟的孩子叫什么名字？你的妹妹的姐姐的哥哥的弟弟的孩子叫什么名字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
你喜欢什么运动？你喜欢什么运动？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喜欢踢足球，也喜欢游泳。你呢？我喜欢踢足球，也喜欢游泳。你呢？我喜欢踢足球，也喜欢游泳。你呢？我喜欢打篮球和跑步。我喜欢打篮球和跑步。我喜欢打篮球和跑步。我的哥哥不喜欢运动。我的哥哥不喜欢运动。我的哥哥不喜欢运动。